Hello， 小朋友，欢迎再次回到 Mega Kids DC， 好不好？我们现在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Everybody Everywhere。Are you ready？Hello， 小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一个星期一次的 Mega Kids DC 当中。你好，我的名字叫做 DC 仔。等了一个星期，是不是很难等了？没有关系，我们又回来了。Oh yeah！ 同样的，孩子们，如果你现在正在观看 Mega Kids DC 的话，赶紧在 Facebook 那里留言，让我们知道你是什么名字。好，这样我们就可以跟你一起看、一起玩、一起打招呼，一起面写，一起面聊天，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今天我们 Mega Kids DC 要给你们讲的是什么故事，要教导你们的是什么知识呢？让我来好好的跟你们说一下吧。那么今天我们有三位小孩，他们分别是 Ricky、Jonathan 还有 Roy， 而他们呢是三位非常非常喜欢看 superhero movie 的小孩，我相信你们也是一样吧。那么他们的 favorite 咯，当然就是很红的 Avenger 咯。那么今天他们聚在一起的，在一间家里面一起在观看 Avenger 的最后一集，最后一集就是 Endgame。而看完了 Endgame 过后，他们竟然来了一场比赛，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赛呢？来，我们一起去 find out。Iron Man 为了大家死了，英雄不是不应该死的吗？哎，我才伤心啊！以后都看不到 Iron Man 了。哎呀，不用伤心啦，这只是做戏罢了，不用伤心，不用伤心。问你们一下哦，你们最喜欢哪一个 superhero？ 我最喜欢那个 Iron Man 哦，他的 Iron Man suit 极顶，他又聪明又有钱哦。我的 Captain America 才顶啦，他是 Captain 哎，所有 hero 都要听他的。可是 Endgame 之后，哎，就看不到他了，他就老了。哎，我嘞，我最喜欢 Hulk， 因为他是个科学家，很聪明啊，而且哦，他走路会砰砰砰砰砰，会有震动啊，而且很强壮的哎，是不是和我是这样子？是哦，很像哦，身材很像哦。
脸上涂一点青色更香啊。我突然想到，如果是 Janet 的话，这样他喜欢哪个 superhero 呢？哇，我觉得他会喜欢 Wonder Woman 啊，可以问问看他哦，下一次。我知道这只是做戏而已。不过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 superhero， 那该有多好。有什么好嘞？我觉得如果有 superhero 的话，他可以帮我们抓坏人呢。哇，如果我也是 superhero 的话，又有 super power， 那该有多好啊！哎呀，轮不到你的啦，是也是我，我一定是 superhero， 我的 super power 也是去。我才像 superhero 好不好？没有啦，我啦，我啦。不要不要不要，我们比一比就知道了。OK, round one， 我们来看看谁能够成为真正的 superhero。来，我们看看谁最大胆。哎呀，你看我这样大只，我胆子巨大嘛，有没有看到胆 ？OK， 来，我们怎么比呢？比什么比？我们来比吹气球。哦，那我找一下，我也有气球，我也有。好。来，我们比比看，谁能够最勇敢的先把气球吹破。哎呀，这个我玩过了啦，很简单的呀。我也是玩过，我才厉害呀、啊。你敢不敢？敢吗？敢吗？敢。可以啊。可以啊。怎么样？好，准备好吗？好了。我数到三就开始哦。一、二、三。哇，这么难吹啊！吹不到了哦。喂，你们看到吗？我一口气就可以吹那么大。哎，朱拉登，你不是胆大吗？哇，怎么才吹到那么小啊？哎 ，Roy， 你 OK 吗？你的、啊、这个是什么？这里就有没有吹到啊？哎呦，哎，我还是继续吹啊。喂，你们可以吗？为什么才那么小？你大力啊！这个呢？哇，更小，惨了、哦、你们。你们看看我的气球，这个，哎呀，你们还是看看我怎样吹爆这个气球啦！这爆完了，来啊，我们来玩 arm wrestling， 看谁的力气最大！来了来了。怕水，就怕水。是啊，不简单嘛、啊！来玩啦，来玩！谁先？来了来了，刚才我赢吗？水怕水，来啊！三、二、一，开始！怎样？你要输了哦？嘿嘿，你以为我要输了？给你看 Iron Man 的厉害！哎，上面有东西啊！啊，没有电 ，no！ 啊，怎么样？还是我最厉害吧？下一位还有谁？还有谁？还有我！还有我！三、二、一，开始！I'm Woody。你要输了哦！你以为我有这么容易输吗？No， 不可以。No。啊！哇！我的手，谁可以来救救我啊 ？Ricky 同学，你怎么了？我刚刚跟着那德他们比赛，结果我的手就受伤了。这样我先带你回 DC Cave 吧。孩子们，玩游戏记得要小心哦，要注意安全好吗？欢迎来到 DC Cave。哇，
这里跟平常不一样哎，跟上一次不一样了。发生什么事了？今天怎么那么刺激？哦，我们就一起看 Avenger 了，所以我们就决定来比一比看，看谁最厉害，可以成为真正的 superhero。结果嘞，有人受伤了。哎，你们应该知道 superhero 是假的吧？是啦，不过我们就在想，如果这世上真的有 superhero， 那该有多好啊！哎呀，你戏看太多了啦，game玩太多了。叫我问问你们，你们想象中的 superhero 是怎样的呢？当然是要有 power， 又厉害的啦，这样就可以帮我报仇那些欺负我的人，而且又有超能力可以保护我，那我就不会怕哥哥欺负我了。Superhero 当然是要拯救世界啦！哇哦，你们的 Superhero 好像很厉害哦，但是我认识的那位啊，是真的可以做到哦。哇，是谁哦？真的吗？真的啦，他就是 Jesus Jesus， 他是我真正的 Hero。哇，切 ，Jesus。我还以为是谁嘞？耶稣是神，不是什么 hero 啦。是的，他是神，是神的儿子，他绝对就是你们刚刚所说的那位 superhero。这位 hero 的故事啊，在很久很久以前，2000年前就开始了。哦，我想起来了，就是2000多年前耶稣诞生的时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Christmas story 开始的。是啊，天父啊，他就为了我们这些罪人，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到世上来做我们的救主。也对哦，我们看戏的 superhero 啊，他们哦也是会死的，他们就是人哦，然后就像我们一样哦，他们又不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因为他们也是会犯罪啦，然后他们也是会死，所以他们也是需要耶稣的帮助的。对呀，就像你们那些什么 Captain America， 还有Iron Man， 他们也是会互相残杀，会打架的。然后还有 Hulk， 他更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他充满怒火，他们连自己都救不了。老师，你讲的也对了哦。对呀，只有耶稣能救我们脱离罪恶。他更厉害的是啊，他耶稣死了，但是他从死里复活。很多英雄啊，他为了救别人就而死，可是啊，他们自己还是有罪，只有耶稣他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又复活了。哎，那耶稣可以帮助我吗？当然哦，圣经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我们啊，有神帮助我们，我们还怕什么呢？哇，好像比我的 Captain America 更厉害这样耶。哇，对呀，在戏里啊， superhero 他是用 super power 来保护人的，可是在真正的生活里，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圣灵就会住在我们里面，神啊他必会保护我们脱离危险和胜过罪恶。哇，我好像现在哦很有 super power 了这样哦。哇，那如果我被人家欺负，我可以不可以叫耶稣替我报仇呢？你们这么喜欢看 Avengers 啊，其实你们知道 Avengers 是什么意思吗？当然知道啦， Avenger 就是报复复仇的意思。哎呦，你能常给人家欺负吗？整天想要报仇。圣经说啊，深渊报应在我，所以啊，只有神知道谁对谁错，那我们决定哦。也对哦，我打你你打我，我们打来打去，到最后都不懂是谁对谁错了。所以啊，你们可以放心，公义的神啊，他是知道你会被恶人欺负的。如果我们愿意相信他，不要存有报复的心态，时时顺服上帝，那么他必为我们伸冤。哦，有耶稣做我们的 Avengers 实在太好了。对，其实如果我们啊靠着耶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 hero， 就像圣经里的 hero 一样。哦，我们知道了。Hello， 伟航。哎，好久不见。怎么你在这里的？哎呦，我刚看到你哦，然后就过来找你喽。Oh. 我问你一下哦，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圣经啊？没有嘞。没有啊，我跟你讲，它里面有很多故事哦，它里面讲到大水啊，也讲到很多动物，而且哦，里面哦有一个 superhero。是呗。是啊，是啦、啊，我跟你讲哦，我这位朋友啊，他就是那个 superhero， 他的名字叫耶稣，你想要认识他吗？
OK 啊，好啊，好啊。妈咪在哪里啊？如果你没有来接我的，哎，玉涵，你怎么在这哭？我找不到我的妈咪。你找不到妈咪？他刚才叫我在这边等，可是他忘记来接我。哦，这样你有电话吗？你打电话给你妈咪啊？没有，没有。我有电话，你要吗？打电话给你妈咪啊。我忘记妈咪的号码。你忘记妈咪的电话吗？01，我不记得了。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我带你去 information counter。我去 information counter 什么？去找妈咪。我妈妈在那边。啊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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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坐。妈咪啊！哎呀，接我啦！不要，这个不可以接你的。哎，这一下而已。不可以，你知道这个每一集 Mega Kids DC 的时候啊，他都是跟我一起的。你问小朋友们是不是？哎呀，你看，不管了，一下不是可以？我妈咪还对我花10分钟买给我的。Hey, 你们做什么？她在抢我玩具。为什么要抢玩具？我们不是认识这个 superhero 了吗？还要我们相亲相爱，不要一起吵架的吗？啊，没有关系的，我也是有带一个玩具给你们的，给你们的，我们一起玩咯 ，OK？ 这样我们share就不用吵架了咯。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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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我们玩具啊！哇，如果我都能做到刚才的例子，我也能够成为一个 hero 了。是的，那小朋友们，我们今天学到了什么呢？ Jesus is my true hero。 只要我们跟随耶稣，我、你、还有他、还有你们哦，都可以成为上帝所使用的 hero。 是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认定耶稣成为我们的 superhero， 因为第一，耶稣是我的救主， Jesus is my savior。第二，他时时刻刻保护我， Jesus protect me。 第三，他为我伸冤， Jesus do justice。 小朋友，又到了我们想一想哒哒哒哒哒哒唐一唐的时候了，耶！我们今天有燕威老师在当中。燕威老师，你今天以什么角色来这边呢？今天呢，我是以老师的身份在这里哦。今天我不是 John Boy Boy 的妈咪，我不是 Ricky 的妈咪，我也不是 Blackpink 的妈咪哦。我是燕威老师，大家好。哇，燕威老师，那今天我们要带孩子们跟爸爸妈妈们谈一些什么，想一些什么呢？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主耶稣就是我们的 superhero OK， 这一个 hero 呢，他不只是我们的 superhero， 他还要和我们建立关系。建立关系是不是祷告啊，读圣经的意思啊？其实呢，我觉得祷告啊、读圣经啊，又或者是灵修，都是在和上帝建立关系。但是 Peggy 老师，我们今天来 level up。level up，OK，level up， 我喜欢。怎么样 level up 啊？爸爸妈妈，我们可以想想看哦，在我们生活中的大大小小事情，又或者是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我们可以带领孩子们想想如何让耶稣参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说我们时时刻刻都想着这个 superhero 怎样子来帮助我们，对不对？那比如什么状况呢？比如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想看，如果是主耶稣，他会怎么做？又或者是当我看到我的朋友很难过的时候，我也可以去想想，其实去体会耶稣他会有哪一些感受呢？还有就是当我们看到我们的朋友被人家孤立的时候，我们是静静站在那里不管，因为是别人的事，还是我们想想看，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他会怎么做啊？如果我们经常这样想的话呢，我们真的是能够用耶稣的 super power 帮助很多的小朋友哦，对不对？你们尝试做一做啊。好，因为老师，既然你现在在这边，就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吧。是的，现在又到了我们祷告的时间，孩子们，让我们闭上眼睛，合起我们的双手，低下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耶稣
原来他就是你赐给我们最好最棒的 superhero， 你时时刻刻保护我们，赐我们能力面对不开心的事。我愿意更像你，成为被你使用的 hero。 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耶、yeah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上课又上到这边了，又到了我们要讲拜拜的时候了。Peggy 老师，我今天终于等到了这个时刻，我也有隐形手表哦，看一下我的隐形手表告诉我是时间说拜拜了。好，我们跟小朋友说拜拜啦，来，拜拜拜拜。哒哒，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教导了。那希望你们今天在看完了过后要记得我们今天所教导的哦，那就是 Jesus is our superhero， 他是那么的真实，他是那么的伟大，而他 is the strongest of them all， 因为他是真的。那同样的，孩子们，我们都希望你们非常 enjoy 今天的 content， 你看了过后你想再看可以继续看， repeat 又 repeat 没有问题，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看了又看，看了又看。那同样的，我们 enjoy 了今天那么棒的 content 过后，当然我们要继续 practice 我们的奉献啦，奉献的资料在这儿。那么孩子们，记得下周六准时10点有我们第16集的 Mega Kids DC 哦，就准时收看哦，我们等着你 OK。 我们一起来 find out 到底下个星期 Jonathan Ricky 他们有什么样的新的故事来帮助我们一起去学习圣经里面的知识。那么我们就下个礼拜见了，孩子们，拜。是啦是啦，我跟你讲哦，这位朋友啊，他也是，他就是我们来过啊，这个也是，这个也是，让孩子和主耶稣讲错了。主啊，帮助我们学习更像你，成为贝尼斯。Get， 我忘记哦，一个。一个Roy 怎样？你要输了啊 ！Roy 怎么样？你要输了啊 ！Roy 怎样？你要输了啊 ！Roy 怎么样？哎，我这哇，三二一 ，Go！ 哇，那耶稣可以帮助我们啊！谁来救救我啊 ？DC 同学，你怎么了 ？DC 同学是什么意思？什么一回事啊？DC 同学。